咁呢一個咧就係Laura Mercier 最新嘅 eye makeup remover 啦，咁佢可以落到一啲即係油溶性或者係水溶性嘅 eye makeup， 咁亦都裏面有一啲青瓜嘅成分，咁佢有一個去眼腫嘅作用，咁所以如果有時咧，如果你個眼比較敏感或者係眼腫嘅情況咧，你可以敷耐少少，你先至去落妝，咁亦都有一個去眼腫嘅效果嘅。咁你而家睇到咧，其實我搽少少啦，咁你輕輕一抹咧，其實佢已經落曬所有嘢噶啦，好乾淨。甚至乎一啲防水嘅 mascara 咧，佢都落得好乾淨。